欢迎重置啊！欢迎重置，欢迎，我是观众，重置哥，你好。前面帮我把人头上上，灯牌亮一亮。怎么拆了？拆了换新的。先摆摆嘛，咱运动哪哈？运动高哈？欢迎叶叔，有白蚁了，现在把它搞得要防治白蚁。感谢我表哥呼叫怒飞。为什么要拆啊？因为拆了把它重新搞一下，那个有白蚁了，现在重新要防治一下，重新防治。等一下下午我们去问一下白蚁的药。我去，空军。欢迎我文总，欢迎文总。欢迎文总。欢迎忆江南。忆江南。拆地板第二天，对，拆地板第二天，今天要把它拆完啊，今天把它拆完。今天把它拆完，拆完了，把钉子还要撬掉。小材大用啊，自己动手嘛，丰衣足食嘛，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动一动。
欢迎鸡鸡富鸡鸡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搞个日本的才符合这个小周的周五啊，我们现在想准备招个日本的主播，你们怎么样？招个，现在招外国友人，招日本的，招越南的。可以吗？喂，你好。就黄强子这个地下室第二部分呢？好好好，谢谢啊。把流量搞起来，把这个搞完嘛，因为你搞这个比较枯燥。搞完那是专门搞的那个温度，这段时间没专门搞，因为我是在主要现在主要是还在另外一个平台在播，能搞完这几天把这个搞完了，专门再搞那个短视频。欢迎一笑倾城。小清晨，山水，欢迎山水，有你有我有相逢啊，山水相逢。有你有我有相逢。欢迎李先生，这不是我李先生来了吗？欢迎个人账户啊。月哥呀，月哥呀，月哥呀！欢迎屌哥，屌哥卡了吗？应该还好吧。
降温呢。手机降温对了。表弟啊，表弟结大的小孩已经18岁了，他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但是他现在没有女朋友，他他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，就是他没有女朋友这个问题。那个文总能不能给表弟介绍希望少夫子，你给他解释个少夫子。哦，他不希望我笑脸前啊，十七八家不喜欢，他希望我少夫子又紧点点。关键神在神装没得啊，神装没得，你给他外面给他改说哈，他逮着神装的，我那天天晚上好那个 happy 啊。他主要是没长时间没 happy 的，那你有精神，那你能有精神。表弟孩子18岁了，是的，18岁。不要你改，不用改上，你旁边就我，是不是？我托这5天看直播没事，他那瞎不记得找他奶，整天晚上逮神装呢。先把这个私信搬下子，是不是？5天看的有个密码。那跟我改上个女朋友，我也没得女朋友，那么个，我也没得女朋友啊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那个妹妹是你同学啊？是同学，你没瞎说。再给我改这个女朋友，我今天也不想干的。下午改成我给你，我怕你们看，我怎么看不上？我要求很简单，陪我过儿子，记得好。结果是个充满爱，是啊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得美好未来，世界将变得美好未来。听到没，文森要给你改成女朋友，听到没？啊，今天晚上带着神装的，我给你专门开间那个小别府房间，把我个之后晚上我估计是吧，荷尔蒙的味道更加那个浓厚。专业射门员哈兰德，为什么？
去啊。哎，你喜不喜鸡毛啊？搞的这样，嗯，那现在都问你洗地膜呢。欢迎我军神哥，感谢富贵点赞。晚上看你那里安排一桌，医生来都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晚上你要是来，也可以早点来。可以是有火那边钓鱼啊，可以过来钓鱼，从而往一个婚丧也可以。昨天缺总钓了几十条，你不晓得叫有杆子好瓜子，是不是不一定要钓？喂，嗯，对，那好耶。下次把你带去高新钓两次，没得问题，小问题。那回头我也在唱歌呢。来唱歌 happy happy。
长沙这边没得洗碗机，就报别的大麻将啊都可以。金是四个，我靠，太猛了！咔咔一顿搞，对呀，那不给搞两百，最少搞四百，两百是搞。不是还上那个妹子，肯定喊妹子，你不是下午有没有把我女朋友带过来，我这样你下午呢是有抓甲鱼去，在你们现场抓甲鱼，休息了。嗯，还是没在呀，为什么搞点没得搞点哎，烦呐。嗯，烦这不是往外去翻点没的，还有块没搞脱，我使不出去。的味就像一位先把我浇完的以为是饭呢，没看我累得满头大汗吗？文总奖励一下，主播辛苦了。文总要不要奖励一下？主播都出汗了。感谢。身体啊，我的身体还可以。你要奖励我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对，要他们搞下去，都是把当柴火烧了。我没看到他，他不是，我问他在睡觉吧，他在喝酒了。嗯，没，还没起，那要不就没起来，要不就走了，应该是没起来。应该是没起来啊，昨天喝多了。他昨天喝多了。嗯。他应该是喝多了，他昨天说话在这巴拉巴拉的说大堆，我看。这我真的要谈人生谈理想。昨天站都站不稳呐，喝多了，肯定还在睡觉。这是要把这个可以搞下去，咱们柴火烧了。最近我已经拆完了，下下午去搞白蚁去，把它扫一下。嗯，下午他没事过来，喊他来帮我搞点卫生呢。嗯。今天下午啊，今天下午我们很清点了，还会休假。休假了啊。领导直接门禁这个的，满领导该过半个月还没搞上休一天假的，假休不愿意。现在就可以搞卫生了，现在还没休假，还有两个小时。看也看不去哦，那个家伙在屋子把这凳子上来，掐的，掐。
是噻，长个老鼠药嘞，它没用。老鼠药，这他妈白蚁，主要是白蚁。文总，到你那里搞一条网子，最低价格要多少？就是内部价格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哪里是什么内部价格？网子不差不多的，便宜个几块钱，他十五的，他不便宜的吗？可以。可以，都可以。你要当柴火去拉着都行。嗯，回去你要进点金黄分子来看就是。蚊香。我说的是蚊香，文总。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哎呀，最好是，要锯吧，锯一下最好。用打火机点的蚊香，王子蚊香。这个当柴火烧不得了，去拉热。不是蚊帐，蚊香。蚊香就是。以前就那个小那个和田架，就是比和田低一点，芙蓉王还厉害。文总给你搞一条就可以了，你说问你还问这个，你的意思是暗示要文总给你搞一条，你那没有，那怎么可能？你搞的。就是有没有收的收到收到有没有？你反正刚才收菜话收不了啊，说好我也会说。昨天收的一个表要不要？他不喜欢戴表。不是不喜欢戴，我没那个，我戴表不合适啊，我没那个气质。表哥，我戴现在就是装饰品，那戴不看时间，我那表的又不看谁看时。不过我的两块表都是，这还有一块在上面找一找，我是那个卡地亚的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人哪里去了，别人送的一块。妈，我又没在那儿，天天搞直播，谁戴表啊？一天还蛮贵的，要几万块钱。回去找一找嘛。我记得上次我回去我收了一下的，但我不知道不行，我收了哪里去了。那也不戴那个表，我也不蛮喜欢。不蛮喜欢，当了不？待会儿搞丢了。回去过几天回去找。到时候文总50，卖个人情。文总一般出价就是50，你卖不卖？卖的话我就。这个值多少？这个是老古董啊。
江湖人前绝。一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大喊一声，来回。这是宝贝啊，文总，这个是宝贝啊。我这里还有五十几块光明啊。对，还有铜锁，还有青花瓷。那个我在我外婆家里。关键是你吃不吃得进去那青花瓷，我跟你说。去表弟，我在我外婆家直播，我外婆那时候拿出来，他说一个好朋友给我看一看，看给你们，我看跑了。我说我拿过去给你鉴赏一下，看贵不贵，值不值钱。他说那你要给我钱，我说我给你钱你没用，你又不花。文总，你先想好那个青花瓷，你吃不吃进去？你出不出得起价格？我要拿给我看，他不拿给我了，然后被我就搞跑了。那是搞了他三件宝，四件宝。真的是好玩。我也不见了，因为我外婆现在也过世了，也不知道东西放到哪里，藏哪里。外外专门交代我要不要跟别人说我了。青花瓷我已经给你鉴定了。你用啊？那不是值不值钱？那也不知道值不值。那个铜子上面还有那个龙纹，雕的那个龙。雕龙画凤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抛开自由的向往。这么多钉子把它起出来还有段时间，要那么长时间，好多钉子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哦，上面交代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。现在全网都知道了。没事，知道吗？现在那个东西已经归表哥了。已经归我了，那不是我脑袋都过世了。对，他脑袋已经不在了，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哎，没人跟我去争这个东西了。之前他是因为他是我外婆嘛。对，我属于他外孙，我属于他的那什么事啊？对，外孙。对啊，外传他孙子是吧？但是我们狗直播经常去他那里，去他那个地方。其实我外婆家里还有好多好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以前他家的那个铜钱，我跟你说，那一蛇皮袋一样的，我操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大
蛇皮袋，我操，我就一样拿了一个。袋子有个龙盘敷的那个玩意儿。今天大呀，雕哥。屌哥，你虚了呀？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今天还烤火？欢迎所有的兄弟们！哇，怎么这么疯狂的上人啊？我要火了吗，老铁们？六个人了。欢迎龙哥，我要火了吗，兄弟们？一下子来那么多人，屌哥，我这边130个人呢，这怎么回事？系统出问题了吗？你在烤鱼啊？烤什么鱼啊？欢迎观海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里面全烂了，怎么办呢，老铁们？咋整呢？嗯。去掉啊，嗯，哎，他这举的没结，这是真屌，嗯，我叫130人。拿根儿，哇，这把有剑的那高还是？看他的，你把他挡了，他这外还更屌，还你妈哦！这个板子应该便宜的很了，这个板子。嗯。这个注定一个星期都搞不完。地板的话半天就搞完了，来两个人半天就搞完了，一个人可能要一天啊。就是这个板子多好搞，这个板子就把它锯掉一截。你还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情况，你现在看的只是这里。嗯。他那个蚂蚁有没有上去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打的是那个钉的。要把所有的要全部拆掉是吧？那你把整栋楼都拆了。反正他吃还要几年才会吃得完呢，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吃完了。
放地农去、啊、等会儿虾都被别人抓完了，放什么地农？找个小地农虾是吧？嗯，咱们上一上吧，搞个烤串，我们等会儿吃。这个功夫真的很，是的，把这里浇完，还要浇金子，浇完金子打扫卫生，然后再打白蚁药，然后再铺木地板，那是一个漫长的一步。对，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，要拆一节看一下。一下用那个切割机把它搅动搅动搅啥好玩呢？那你怎么哪里有这么多为什么啊？那你要是不整的话，它就全部被吃了，那肯定要搞嘛。哪里这么多为什么？别的我跟你说不清，我真的是。嗯，那边，那一节也一样。你们养白蚁挺好玩的，呵呵，白蚁不是养的，它是自己飞过来的，这属于虫灾。看到缺少的头挂机了，搞不懂就省的，到时候缺个机缺。安总，你们公司挺悠闲的。你说文，那文总，屌哥家里有什么好玩的、值钱的玩意儿，可以找文总。这里是把，不是是把我摩托拄着。嗯。拿个摩托好像是。是的，弟，你肯定搭就嘎嘎啊。木架子给吃了。
整个模子都不太平了，真是个麻烦事。是个模子。这就是个大工程，我的妈！在地上做这个木架子，也真没进去，地上没得办法买下。几下不有？他磨脚那么得稳的啊，给你进的几下呢？嗯。有个黄花，肯定有个黄花吃完了。这是个竹子，把起竹子。嗯。这里是个竹子。走走。那不就没针？他起竹子就够不厚的。他往上走的，癌细胞已经转移了，开始。你这个面全部都拆光，所有拆光，里头外外围全部拆光。哎呦，我们出去，出去取快递，买东西。到韩总店子里面喝茶去。文总在不在店里啊？我们来了。哎呦，快点！微微，欢迎一姐，在哪里啊？我们出去找那个搞白蚁的人，或者是买白蚁药。再见你啊！我们有事情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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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到镇上看一下呀。还有拿快递，欢迎张峰。找那个白蚁药，他这个白蚁如果说往上走的话就很麻烦了，现在他已经柱子上面已经开始有了。去哪里买？去那个卖那个农机站，农机站，农科院，农机站那里，就在镇上就有，他那里就卖治白蚁的药。那衣服还没挂起来，我你挂一下，挂再说。欢迎慢不慢，这不是慢不慢美女来吗？是那个慢不慢吗？是。是在东北我们遇到那个梅雨，那个女孩子吧，她回福建了吗？梅雨，没准来长沙玩啊，没准慢不慢？到我们山庄来玩。飘哥在，飘哥也在，飘哥好。我把衣服晾一下，老铁们。嗯。等风等雨啊，兄弟们。抖音监管都来了吗，兄弟们？什么东西？不找到白蚁说白干。
白蚁巢，那怎么找到嘛？你给点提示吧。52万，行不行？装个那个风扇，风扇不行。他们有一下专门吃白蚁，我去问一问吧。他有专业除白蚁，他们有仪器啊，还有仪器这么。曼曼是个美女，我们在东北认识的一个美女，长得很好，很漂亮。就来给探测一下白蚁已经到哪里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们这边是不是那个可以出白蚁啊？白蚁是怎么收费的？出白蚁？我在长沙县。自己修的一个竹楼。咬坏了，我把那个地板已经拆掉了。对，但是我要全面削一下、杀一下白蚁嘛，再铺新地板。对对。问路在何方？路。一般大海是什么时候呢？大海多少钱起步啊？398，它是管多少个平方呀？398。那你们现在，那如果上门是免费上门勘察吗？对对对，你到时具体再跟师傅谈嘛，觉得不合适可以不搞，没有其他费用。那你要不要安排个师傅过来看看呗？你让他把这个你微信吗？可以。我姓莫。莫言的莫。哎，有德加的6块9毛9一斤，草是大的木，你以后这么说。89块钱一个平方。那边走。啊。我那边你不是买个撬棍吗？买撬棍再去取快递，还是去顺丰取快递？在哪里买的？你就是卖水泥这一堆啊。如果是89块钱一个平方，能搞得好呀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你自己瞎的。
问问他那里农科院那边有没有，他们有什么人？20个人呢、啊，现在掉了，9个人掉了。要有个么好玩的节目，比如在插鱼啊，过几天回去带你们去插鱼啊，那个文总，我带你去插鱼。去哪里啊？去买东西。让我想想，纯阳水器。你们刚招的标，1.5亿平方，白蚁防治，在哪个地方？能够叫他过来帮我先杀一下吧，富几个。不用关了，关，不用熄火，你买个东西走了，熄火。可以还，在这把五根的腿拿根的。搬多少？就是你不墙上，你不这搬子。这搬子也便宜，干几百的呢。那个就是铺墙上那种。我估计他妈的有个搬子估计你肯定要啃他，要把拆他。我问你。你拆哪不就这个五杆？你不是全部一扫拆啊？我的乖乖！你只能拆五一边，你全部拆得了。打电话都是多少钱？398。他说他没收多少钱，他没说不按平方算。操，他按398一个窝，那他妈谁知道？那有10个窝，那不完了？我操！对呀、啊，所以他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。我觉得网上这个东西，你没有熟人介绍，很容易他们坑你，是吧？你肯定按平方算不？不可能按窝算不？他好像是免费上门看，你看了不让他搞就可以。他等下到时候再说了，我还加了个微信。要找那种按平方算的。不可能按窝算不？把我们当宝搞，我操！他想着本来你就是宝。哎，你的快递在哪里？顺丰啊。顺丰。那我要掉头啊！我那是你不去那里吗？去那里吗？哪里？
去到前面去，哎呀，去看腰啊，看腰子里，你可以往下，再一直往下。按平方找不出有巢穴，除干净，不用给钱，对，就搞干净肯定不会给他给钱。感谢用户的关注。铲除白蚁，人人有责。要研究出那一种纳米机器人，就只有白蚁那么大，把它放进去，直接干那个蚁后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分泌一种那种信息素，多巴胺。哇哇，喷洒的药怎么算？不知道啊，他没说。还没搞清楚，等一下细聊吧，要多问几家，我还是问一家，那有点不靠谱。文科院在哪儿啊？还往下。往下。感谢无语的小星星，感谢无语的小星星。我先看两个洞。欢迎花千树大哥，欢迎大哥，我们现在去买那个防白蚁的，去那里问一下这个情况，防白蚁的，还要往前一点，快到了，就应该是这样，这往这么拐进去，为农服务。关于毕竟是晨曦。暗窝也可以啊，暗窝有暗窝有的，问一下。Hello， 老板娘。哎，你这有没有去白蚁的那个药？有。你们这有没有那个可以专门去白蚁的，就那种人员，可以上门去白蚁的？帮你去啊，你就让那个帮你打一下了。谁啊？那个你不是那有那个工人吗？就是那打一下，不用找窝吗？我不要把窝找出来。先打一遍啊！你有窝的话，你再加那个粉子一起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一瓶一桶水，你找工人一瓶一桶水，就那个大背包了，你打就是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到窝的话，你就加这个。哦，要没看到窝呢，那关键是。没看到，我就用那个。哦。就你就先打完之后看有没有白蚁它跑出来。啊、你撒的面积，你这个喷撒的面积基本上我都打不到啊。哦，这如果说如果说你看得见一窝窝的，你就可以打完之后又撒一点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撒一点。啊，对啊。但那如果它在那个墙体里面怎么搞？墙体里面打这个粉的。打这粉，喷的往墙里面喷液也可以。它带进去，它那个窝里面带进去就没事了。哦，那这个。多少钱一瓶？15块钱一瓶。这都便宜，这个15块，那个10块。哦，那有，比如说50个平方要需要多少？50个平方你就一套吧，先打这个嘛。然后你50个平方就可能我这么大吧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对你那么大。你就搞2到3瓶就差不多了。哦，那你就盘的也便宜，也搞得近。哦，那也可以啊。你叫别人给你搞要几百块钱。那是，起码要300块钱，他帮你那个，也是这个，也是这个搞。他也是这搞的是吧？这兑水要兑多少水呢？
一瓶一桶水啊。看看一下。就是那个背包。我知道那个打喷雾的那个玩意儿吧，打农药的那个。啊，知道，对，他们都知道。这个都是滴毒的。哦，这个什么要兑多少？兑多少水？一桶水。一瓶一桶水。那五十个平方，这要买要几瓶吧？一瓶不够吧？五十个平方可能就平包自己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那我自己搞吧。嗯。那买一点呗，怎么搞？兄弟，买了啊，自己干啊。干白蚁，今天把白蚁干了，把它搞出来，把它吃了，油炸。油炸。油炸白蚁好吃，高蛋白。欢迎大哥。15块钱搞定，兄弟。外面说要398，刚才问的。就先打了，打湿打透。啊。那个你是那个头里面弄是不？打湿打透啊。嗯。只喷药杀死飞出来的成虫没有用，关键是要杀死以后啊。那你就把那个粉子结合用。把那粉子兑到里面行不行？对，还要先打这个。那你不如兑两瓶啊，或者是你这么大一个瓶吧，你就搞两桶水的话，你就慢点走啊。让它多打几遍嘛。对啊，渗透。不，主要是它在墙里面的，不是他妈的搞。墙里面，那你就灌那个粉子。啊，灌粉子的，粉子那种，哪一种？这个粉的。这个。要几瓶？50个瓶吗？拿2瓶2桶水，慢慢的走，让它，好吧。杀蚂蚁。你这粉子是吧？粉子就哦，这里面有水的。你那个是你他那写的，你这个打粉子吗？啊。要粉子吗？要粉子。粉子是怎么用啊？就。把它扭开，用往墙里面倒。对，这挤啊。挤在墙里面。对啊，挤那个有孔的地方。它那个白蚁它带进去了，那个那就有毒，它就全员它。哦。你想找哪个都找不到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就跟那个我们这个疫情一样的，传染十万。对对对。百万千千万，那全部都挂逼，我跟你说。人鱼蝼蚁就是这个白色。对。你别说我害怕，人家把我传染了。这个多少钱一瓶？这个10块。10块，那多少钱？这个15。60块钱了吧？那便宜点。便宜五块钱，便宜五块钱，五块钱，便宜五块钱，我还能买两把小菜，买两把小菜。60块钱搞定，搞得蛮好的嘞。嗯。我。微信收款55元。我自己的老兄他100多个平方搞了个磨房子，嗯、我也是要跟他。就是磨房子，我们就是那个。磨房子，地板全部被给白蚁干了。你们其实开始应该在铺墨地板之前要先撒一遍、啊。对，应该撒一遍这个，然后打一点这个。我们搞我们那个磨房子，他搞了100多个平方，我就这样跟他搞的，蛮好啊。是的，学会了。以后我在家里建磨房子，我也这么干。好。对，你听到，而且你写木材也有关键。嗯。你那个木材有那个防虫的那种。对。它有一种木是特别喜欢虫的。那不好用。哎。除白蚁，人人有责。60块钱够进行没？感谢我周哥的礼物，感谢周哥，兄弟们。太难了，以后再担了。现在我们现在是准备让他给他，传播一下那个，传播一下兵德，让他全军覆没。我给你干啥走？告死他！现在我们要传播兵德去了，我要跟他研究下子。那莫把我传出来，老子有点怕死，兄弟。我还没找到女朋友。今天那个谁呀、啊？我那个文总帅给我介绍个女朋友，那我还是要坚强的活着。文总，你把女朋友带过来，我过两天带她回家。文总在不在直播间？我们不懂。文总跑路了，我操！那我在说大堆。
我要带我带女朋友回家呢。欢迎似水年华啊！哎，我操！来到前面，你买包槟榔吃去。掉钉子了，下午就是吃完饭掉钉子，现在掉钉子搞卫生。等一下我去把那个是喷雾器找过来。那就一瓶得没服啊，就这样啊。不是一包，还不是大杯。对呀，就是得没杯包哈，一瓶得一杯包差不多啊，得充分啊，就得搞两杯包。慢慢大把请头包一杯包水得两瓶也可以啊，居多。那飞扬的心情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抛开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。欢迎贾文国，欢迎贾总。看着你远去的背影，我却无法将你挽留。欢迎飞扬。哎呦我天，看看你远去的背影。欢迎我新哥，新哥，新哥，新哥好啊。哎，水产烟草垮台了，威哥一走了以后，其实一家烟厂都垮台了，我靠！威哥不做他生意就垮台了，我真的，威哥一走，我发现我们这个是鞍山镇那个店面好多都倒闭了，我靠！你看都是门面转转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为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就这里吧。我问你，我要见你，那摩托车呢？可以啊！欢迎浪剑天涯。
他这次的比上次的好些啊。是吧？这个。怎么的？他是卖哪个去？没卖的，那就贵些。那个要八块钱一斤，不卖啊。十块钱一斤，他还考虑他噻。你后面还你的，我上次跟你是刚才五块钱一斤。嗯，换的回来洗的也没钱。他不能洗干净，是吧？卖十不斤。连牛灰都花100块钱。我给我拿钢筋绳子系的。欢迎玩车小哥，感谢玩车小哥的关注。那个东西已经寄了，顺丰寄的，你看收到没有？收到你跟我说一声。欢迎熊哥哥。哪个有奖？好苦啊，我现在钓鱼，我大胖子应该捞捞鱼干的。感谢文总的点赞，欢迎我念哥，感谢我念哥的大灯牌，哇，今天好起来了兄弟们，感谢我念哥，念哥能给我来个墨镜吗？念哥今天看一下这个寂寞耳，从脑袋寄过寂寞耳，就开这里，开这里，把寂寞耳拿出来拆开看一下。哎呀，来了两个美女啊，美女粉。何金。没钱，我念哥说这话没钱，念哥你不要给我上跑车，不要给我上飞机，真的，别给我上跑车飞机，美女美女很正常。Hello， 美女，来打个招呼。啊，这是那个大美女，大美女。直播间不多，就20000多人。哎呦，张叔好。给老爷带的那个好东西，是的，他上次觉得那个好吃嘛，从家里再搞了一点。念哥呀，念哥，上个墨镜嘛。那中东富豪他们用来专门抓兔子。有帅哥啊，帅哥在这里，我们的过堂的那个颜值担当。颜值一个。颜值一个。妖精。他不凶。不要怕他，他既温柔又体贴，你不要怕他。嗯，而且还专一又纯情。跟你一样是个女孩子，你是个女孩子。那是最近没怎么刷牙，最近这段时间。好，这是蒂莫尔啊，就是老板上次喜欢吃那个蒂莫尔。给我刀过来。嗯，你身上的刀啊？没带刀。等拿把刀吧。随身带刀的。我一般随身带的有把刀。
防身的，我怕有那个美女要对我进行不轨的想法。这年代男孩子在外面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靠，这还蛮多嘞。要放冰箱，放冰箱里冰雪，两个都放冰箱里，冷冻冻雪，等吃的时候。格子给你留着。对，它冻冰起来，到时候有一袋给那个给莫哥，有一袋留着。嗯。哎，或者把它分，现在没那个分三袋上哪。把一袋分三袋。这三袋里面分匀一下嘛。这两袋分三袋去。对，跟拿个。找个袋子分一点点，少一点点就可以。嗯。看，好东西。欢迎造梦，你们吃过这玩意儿没有？兄弟们，你们吃过这玩意儿没有？吃过这个东西扣个一啊！啊，他再多分一袋出来留一点，也有他拿袋子，分三个袋子，把它匀一下，匀掉一点点，嗯，就那一坨分，这坨都能搞一餐了。差不多，可能搞两三餐了。蒂莫尔，轩轩的蒂莫尔。欢迎神童哥。这把它冰起来，对对，到时候等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再一洗就好了。兄弟们，搞来从家里搞一点蒂莫尔过来啊，蒂莫尔，记得一点蒂莫尔，再把撬棍拿上去。刚进买了撬棍，买了那个搞白蚁的，哎，还有那个他那个打那个。喷药的那个玩意儿是不是在那个工具房啊？就是喷啊，就是那个打药的压那个，在工具房是吧？啊，到时候把那个工具房去喷药，在那个你那边那个工具房吧，上山那里吧。啊。我们刚才去买那个治白蚁的那个药，之后买了个撬棍，我们把那个钉子要撬起来，钉子撬起来。欢迎老勇，欢迎炎炎如玉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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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身当流水同清静，身与浮云无是非呀、啊。蒂莫尔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是不是？小风车转一转，哎，欢迎冷漠，欢迎我飘哥，冷飘哥。看一下这个好不好用啊？看一下这个跳钉子好不好用？哎，这个还可以啊。那还可以吧？嗯。嗯，这个是损失多了，我操！你要人工一个一个用那个钳子拔，那还是蛮费事情。这个把这个撬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扫一扫。装修了几年啊？五年，差不多五年吧。所以这次要把它把白蚁给搞干净。白蚁根治掉。根治白蚁。飘哥啊，飘哥你这么久干嘛去了？我想死你了。好几年没看到你的身影了，想你了。哎呦，能不能？我来搞。皮的疼。让我来搞。小吴，我们有个什么机啊？什么机啊？啊？你要把这个旁边的这个还是要敲敲完的，你要喷的话还是把要搞彻底，要把它搞彻底。飘哥怎么不说话？飘哥，飘哥，我在孟加拉的时候，我依稀记得飘哥天天给我来捧场了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，飘哥？欢迎乡村蟹，还有工具些这些设计的人还是真的是那个啊。还不吃饭、啊、等我吃，今天会那个吃员工餐嘛，是吧？那一搞饭得要两三点了。
欢迎香仔日记啊！这不是我香仔日记上来了吗？香仔日记又开始吃鱼了。嗯。你为什么学我吃鱼？你难道就不能自己创新节目吗？不是香仔日记，你一天到晚的，你不是全什么全国行，你怎么又跑回张家界去了？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真的是，你能搞得了大事吗？能成得了事情吗？装修，我们接了个装修的业务，装修业务看你们铺木地板，把原来板子给取了，重新铺地板。现在跟着表弟去搞装修呢。现在是把这个钉子给撬起来，因为原来这个地板是用钉子螺丝钉固定的。感谢我念哥的小画家，欢迎我冷风哥，这不是我冷风哥来了吗？你来不来？现在我这里招人，啊？来不来啊？对，我们这个号以后，我们对又搞了号。关注一下，这关注一下这个号。我全面发展，现在是。感谢一瑞的点赞，一瑞是好哪位好哥哥？看吧，我就想他出飞机火箭，还不出啊？小画家出鸟火箭呢、啊，哥哥，来首魔力卷或者幸福卷行不行，大哥？嗯，哥兄弟，感谢香仔日记的关注，香仔日记亮个灯牌，或者整个墨镜啥的也支持一下，星号支持一下。要不来长沙，你别待在张家界了，跟我换。对啊，到薛总这里来搞饭了，包吃包睡。嗯，包吃包住。我要跟福豆豆一起，跟福豆豆一起没好日子过。我跟你在指挥你做事的嘛？那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给你指一条光明正大正道。什么叫指挥你做事？我看你是在你天天搞些啥？我靠！到我这里天天有东西吃，我跟你说，在山上给你搞个地盘，让你天天坐那里吃。念哥来首小画家吧，念哥，看小画家出不出。哎，那个香仔，你上次那个申请那个证件的那个方式，微信发给我一下，我也去申请个证件，我去张家界旅游那里看一看去。他去的话，要不要以他这种方式行不行啊？就是那个香仔，比如说那个，缺总的，他那个号是十万的粉丝，但是我的号没有十万，我拿他的号去申请，可不可以申请？他只看号码，他给身份证，看要不给身份证信息都给我的身份证信息行不行？卡了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就最终他是因为你号是截图，他看你这个号码，那个号，比如说我就看给他看香仔日记，最终给后台给信息的时候，我就给我的信息说这个号是我的，行不行？他能不能办到那个证？小画家不行，要搞幸福券，小画家出不了啊，哥。这是我们那个装乳猪的这个装大鱼乳猪的这个盒子啊。你又不乃张改华，我哪不乃张改？我只准备到张改华镇去了，我是办证去了。我看我准备找张改专门搞鱼友去。我跟你讲，老实话，我专门找几个妹子专门搞鱼友。我今天在长沙，我找两个妹子，这几天把妹子带到张改，带回来。我说跟你混两过。找几个妹子，暴击一万块钱一个月，在家骑车。欢迎路飞，路飞大气。我说跟你混两个。太香仔还缺妹子，妹子多得很，还要你分，真的是。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妹子。
翻饺子。哎，你跑回来干嘛的？你不是张盖待到贵州去的？有搞三天你就跑回来，你能不能坚持啥子？搞到西藏，你不是到西藏去的？那么又跑回来干嘛？我还说到西藏给你回货，你给我跑回来了，你不用那么搞。也从花椒门那么搞这个事。去不去西藏？去不去？我准备到西藏去。你去不去？啊，你还掉头。要把那个板子翘起来才行。炮弹要给他拔一扎，脚踏两句。我要回去办那个证，办证去了，兄弟。办那个证，那个证的话就可以在张家界畅通无阻，去哪里都不要钱。证明你们觉得行不行？欢迎农民也疯狂啊！农民也疯狂，疯狂也农民。吃饭了，干。吃完饭继续干。今宵不能今天雨海角、哦、我们去年搞的柴火都还没烧完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有几个大桩在这里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是李总的车。哇，李总车长灰了，我让李总把车洗一洗。欢迎李总，加油吧，年轻人！走自己的路，让自己去说吧。哎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，走自己的路，让自己去说吧。欢迎双峰到洞口啊，松德你好啊，松德，总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人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哎呀，点门高的话，真的高完嘛？你这把药一打，呼儿就会扑魔的嘛？哎，可以了，搞活搞完了就那个回去。搞完就回去，加油吧，年轻人！加油吧，年轻人！喜欢，炸天火！欢迎炸天猴，欢迎炸天猴，兄弟们看一下今天中午员工餐吃什么？吃饭了。哎呀呀呀，又是吃笋子，笋子好吃得很。还有吃腌菜，非常的 nice。不努也锋芒。兄弟们把人头上一上，娟儿妹妹把人头上一上，娟儿妹妹上人头了。欢迎瑶瑶那小胖子，西装爆头。哎，这样昨天没吃鱼了，没吃东西了，爆头，西装爆头。
看淡六十八，乖乖看心情。感谢西装暴头的鲜花。哎，西装暴头可不可以带个魔剪？感谢九九大姐，能不能上个魔剪？西装暴头给你上了鲜花了，什么意思？不感谢啊？感谢强仔。强仔上个墨镜吧，强仔。老墨呢？你想吃鱼啊？老墨，你上了墨镜就吃鱼。今天中午不吃鱼，今天中午吃竹笋。竹笋，吃竹笋的老铁们，吃那个咸菜，吃那个空心菜，吃那个三菜豆腐汤。感谢娟儿妹妹大气，泡牛的是吗？包头快点快点，强仔上个魔镜，真的强仔没收到魔镜，找不到魔镜，找不到羊子。哎呀，单车环不错，油光繁华。中午喝一瓶，李总。中午喝一瓶。你喝不？啊？喝啊，是吧？肯定喝。你酒吧？啊？你请我喝一瓶呗。我这今天还没挣到一瓶酒钱。我的那天酒喝完了。啊？啊。我不喝百威的。啊，不喝百威的。那你喝百威？我到第二天先打一拳一下。被打了一拳，谁打你？谁敢打你？你真的是，这喝这喝。青岛不倒我不倒啊，百威不飘我不飘，你说这样的话真的是鲜花不飘我不飘，你怎么就说这样的话？表哥去拿一瓶来，我们两个人喝。吃饭了吃饭了，喝酒了喝酒了。吃鱼了，老铁们。真品啊！真品，包杯子哈，包个一层杯子。杯子嘞。
有没有一次性杯子啊？好，中奖了。你的杯子我就搞这，搞这个。来的时候你是哪里的？长兴的。长兴的。嗯。你这里多远？嗯，开车要多少？那很近。毛东过呢？开到河那里。嗯。蛮近的。你们老家的呀？嗯，老家。嗯，张记，张记的。张记长，啊，我现在直播你说，我们是张记的。张记，我这里也待过几年。嗯。你让中午饭钱吗？今天中午饭。最拿手是做什么菜？啊，我说你问最拿手的菜，就是家常菜。嗯。他比如有的人他拿手是凤子蛋，有什么招牌菜？三弟，龙三弟，李总，八号浪漫，做人要浪漫。
欢迎老哥。大哥好，大哥妙。大哥吃中饭没？大哥。很稳定啊，人气一直很稳定。稳定。是吧？我们直播间23万人，这不没人说说句话吗？这么实在好啊，这。24万人，欢迎我黄导。黄导还差两个人头，黄导，我把人头算上。沉浸是看明星吃饭，那你就说这话呀，我觉得明星吃的不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必须要说话。小牙长胖了，伙食太好了。贵药堂伙食长胖了也是正常。你看黑宝这边哪几天都回去就长胖了已经。天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不长胖才怪呀。是不是？还说没吃到肉？你是怎么弄的啊？薛总干活这么辛苦，肉都没来搞一下。嗯。没跟李总反映一下情况。把李总给我叫过来。欢迎无言气。永不言气。梅西，把这边关了吧，这边浪费牛酿。太难了，搞一道炒撑包吗？七百多那也太贵了。七百多你开好长时间了，我靠！开多久了？新增5个，还这么看不到时间吗？哦，3.2个小时。你那上应该7000多啊。7000多都没那么人，就是10几个人。黄导，最近今年生意怎么样？现在生意？薛总说问你那里想去你那里上班，行不行？黄导，就是你那里缺不缺什么那个总经理啊、助理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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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什么负责人啥的？我今天把备用金又提出来买蚊香了，妈了个巴子！看了，看了，搞不好。嘿嘿嘿，钱都没得，怪咱们干了。我搞的是很全面嘛，全到到上个天一分钱都没得搞的人了，都伙计给我借的钱。今年比去年还艰难，这一直亏钱，你们从福建啊。就没赚到钱，一直在亏钱。从到东北天，在东北去之前，基本上就没赚那么多钱。搞几次，不是一到其他方面，到火炬其他方面喜欢跟他，跟我们呢，跟我们呢，他买烟我买吧，你跟他狗死，他吃么东西吃么的。那没得了啊！欢迎西木1717。
黄导也不说话了。就非得我啥我都说一下不厌，他就回来。哎，啥话没得说的，不让我回来。那么的。他都爷他回不管的。不管的那么的。然后我点回他。他就是在这闹忙着呢，而黄焕正他就是。嗯。还说人家你是不是不？你说时间长了，肯定他也拿着我。也不能管人，结也人家吹红伞，也吹大金链，也不能管人家。肯定不能管人家，你洗澡啊，你睡呀、啊。你要干净啊，把那被子抱过来。中午好，中午好，兔子大哥，大哥哥，中午好。表哥吃饭了没有？我还没吃饭。嗯。我在这玩足吧，足了一个月，剩两个月。大哥哥，来给我上个大旗，上个人头，我现在还差两个人头。你要做的以前嘛，我你我以前做的我都没，哼，你是总是在出面。你是总是在出面呐。欢迎小男孩。我有些过去有一段十几年了。小男孩跟缺总整包蚊香不？又哪么的啊？缺总没钱买蚊香了，能不能给缺总支援一下？缺总他说他今天把备用金的100块钱都整出来，太难了，蚊香都没整到。能给那个薛总安排一包那个小王子吧。嗯，今天那个短视频又没挣到一包蚊香钱，能挣到吗？哎，多少钱？刚才看看，116英呢，11块钱收获，11块钱，那有3块钱、4块钱，3、4块钱，那买不到蚊香了，那也没得搞。三个半小时收获11块，平均每一个小时收获2-3块钱。昨天不是才送个大皮去买不了蚊香了，你直接那个这个微一下，我又冰我那个。我那个囊子我就不吃了，给那个咱给缺牙那个整整蚊香好吧，你整个25元都给他整个蚊香整一整，太难了，缺牙也不容易，缺牙以后如果说一旦成功了，肯定不会忘记小男孩的，真的，绝对是百倍千倍的万倍的奉还，我跟你说，给整包那个王子，太难了。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我的，还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。三台山孤独隐士风清扬，不是五台山吗？是三台山吗？兄弟，哎呦，龅牙在这，龅牙是谁啊？龅牙在谁？不能吃槟榔，脸他妈现在越来越大了，我不能吃槟榔，兄弟。错综复杂。换拖鞋去了，真的热呀。嗯。你约我30吃个猪脚饭，我没真的最近也难，这说实话，也有点困难，说实话，我不是跟你说，回去芦荟加油一天都没得，我跟你讲，还有果冻灰，我赶紧，我跟你讲。坐告辞去了，不跟你不跟。哎呀，罗姨，好不好使？欢迎周哥。行不行，亲爱的小男孩？
亲爱的小男孩儿。微信收款199元，你吓死我你！没钱就来这个外头没有幸福，那你是不是不用钱？啊，你不老钱，你屋里要不要用钱？什么叫来这个外头？你也花不了很高，你拽这个外头可以直拽，但是你没得钱呐、啊！你不创业，你不好人直播收礼物，你哪得钱呢？是不是？那国内光吃喝就行了，你要花钱了哥。你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靠，我们不行啊，全家都等着张着口了。你都没钱，你没钱，你几年都没上班，你肯定是有钱不？你怎么可能没钱几年不上班？说明你还是有实力不？我认为你是个有实力的选手，哥。我认为你是个有实力的选手，给安排一下吧，兄弟。王子给安排吧，我相信你的实力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，真的。投山庄人的手机去吗？应该不会的，头上。算了吧，那还不是把我自己的手机当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我也干不出这种事情来，以前老爷跟我给茅台给我给一箱我都没要，不好意思要。但是他要我去搬一箱我没要，我就拿了一瓶，那一瓶我还没喝到，被我那朋友带拿走了。我操，3000多块钱一瓶的茅台我都没喝到，太难了。你像老大跟我说那个什么红酒啊，随便喝，用来洗澡都行。你看我会不会拿？我一瓶都不拿，不是你的，你这个，就是懂那句话怎么说？我又没什么文化，你也不好意思去搞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什么？你说我来跟你说那个词，就是有人有很多东西要给你，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。能力去销售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你不好意思，这个无功不也不能，他不能叫无功不受禄，他这个不能用这么说。那成语忘记了，怎么说？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了？主播本来就是网络乞丐啊，那很正常。FH 能给大哥给弟弟上一上不？能上个办卡吧？我和你是同行，你在网上乞讨，我在群里面乞讨，别人说你在群里乞讨。师兄好，师兄好，你是师兄，师兄我是师弟。师兄能照顾一下师弟吧？师弟现在不行了，师弟现在太包那个王子。呼叫我空谷大哥，空谷大哥干嘛去了？我靠！
这几天又没看到人呢。嗯，是的。我速支援一下。不是小男孩怎么不说话？小男孩，他这个是就是属于脑梗是吧？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病？你先看一下了，看医院里怎么说。之前我这种情况我老妈也遇到过，但是我们那里后面在我们那个老中医那里就治好了，就是没多久治好。你先问一问，看是具体什么情况。我每谈代付都不知找谁的，你还可以代付啊，哥。我那花呗战神都把我关闭了，我的花呗战神都不给我用了，我操！我真的想死，我跟你说，花呗战神都把我取消了，真的是太难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从来没有这么难过，花呗战神都把我取消了，太不给面子了，我跟你说，都不给资格，我都想不通了。我这个信誉这么良好，竟然花呗战神把我取消了。不能因为我负债太高你就取消我的花呗战神了。我从来没有说欠的不还我。这不是铁铁吗？铁铁好多有多，你们一口爬起来一口，一缩了一缩，耶耶耶！哦，可以飞，去，买一次没一口不抽。一步一步，巴巴喽喽喽，哈喽，爱飞飞碎，也没没没碎，掉喽喽喽，歪歪歪，吹吹吹，听不拉不喽 ，My part is to 啪啪跳，我。你在想找威啊？威哥毕竟是店员，说你找威哥。威哥昨天跟我说他手上还有500元，赶紧找他，过两天就没有了，抓紧机会啊！我昨天要威哥把500元转给我，他无情的拒绝了，他也让我伤心。威哥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对兄弟怎么能这样子？太不给了。欢迎孟婆来碗汤放辣，在雕钉子，雕钉子，装修装修在装修。现在一单装修业务，你们
金子卖钱啊，金子，对，金子卖钱，交了卖钱。可以关注一下吧，那个孟婆来碗汤放浪，关注一下。我们是一个户外主播，现在在装修啊，给我们的这个竹垛，这是个竹垛啊，在竹垛里面准备把它搞来铺木地板啊。这边有那个人头的，上个人头啊，上个大气，或者是整张办卡支持一下。面临崩溃的边缘，我感觉我要崩溃了，呵呵，我要崩溃了。那个谁，小男孩在群里艾特一下威哥，我要找他。群里艾特一下威哥。你说十万火急，火速需要他的支援。欢迎我军神哥，军神哥，你笨的是控制上的，你崩这个锤子，我能不崩溃啊？我肯定崩溃。这人不能混日子，越混就会越懒，对吧？越混越没有斗志，是吧？我不想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 FW 啊。我要努力发奋图强啊！我要想着什么时候我要能够有能力请这个小男孩吃猪脚饭，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小目标。什么时候能请小男孩吃个猪脚饭，我就满足了。怎么说，小男孩？我本来今天表弟跟我说，他说今天是短视频挣到30元子，就转给小男孩，让请小男孩吃个猪脚饭。但是现在没挣到啊，挣到了就请你。欢迎良辰哥啊，良辰03。幸福卷给它炫起来，别钱的真没钱哥，弟弟啊，支援一下弟弟啊！我看薛总今天都蛋凉了，蚊香都没得抽，干活都没劲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给点粮食，精神粮食给支撑一下吧。渣宇是怎么念成的？渣宇找薛总啊，薛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痛苦。你早有这觉悟啊，早就发财了是吧？何至于此，是不是？把那钱留着，现在花不香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兄弟们，温度过弱，手机要关机了，温度太高了，兄弟们，温度太高了，手机关机了，兄弟们，温度太高了，手机关机了，马上断线了。